在看啥呀？泫雅。嗯，美颜。我不想看这个，我有点饿了。饿吗？饿了。出去吃饭呀，我陪你去。我不想动。哦哦。我不想动，我今天玩累了。记得我们箱子里还有点零食，要不要？看看去。走。哎呀，等太阳太长时间了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好，你去吧，一会儿饭来了，我给你留一份。好。哈哈，终于到了。接下来我要和酱了，里面都是这种可大块的牛肉了。哇，这个是一个大粒的牛肉，是不是？以前很少吃牛肉酱能吃到这么大粒的。还有豆豉、花生、芝麻，有一种神奇道理。见过这么吃酱的吗？没有吧。然后再放个扇贝肉吧，这个扇贝肉也是我挺喜欢的一款零食，就是这么大一小盒，里面全都是纯扇贝肉，就是那种腌制过的拌好的，一打开满满的海鲜味扑鼻而来。一会儿有半斤多纯扇贝肉，然后而且每一颗都很大很肥。哎呀，这是 Q 弹的。然后盛米饭我准备再倒一盒扇贝肉。哇，我要破了。只恨勺子太小，这次光带了碗了，忘带勺了。谁说在家吃就吃不好？今天这期节目也可以叫做迷你压箱底零食的分享，教你们如何在家用一锅白米饭也能吃得好，吃得开心。还等不及吃一口。嗯，其实我平常在家也是总是这么吃的，就是拿这些酱啊，什么各种扇贝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凑吧凑吧呀，就能凑吧一桌子饭。显然一口酱是不够的。再来一个扇贝吧。我又想起了那句话，像在和猪食一样。一口四块扇贝肉，没谁了。这个鸭锁骨也算是我的爱宠吧。这也是我的心头肉之一，在我眼里最美的醉蟹，里面是有四只大闸蟹。哇，它这个黄，尾巴上就已经看见了。蟹黄十足，我要都把它们剖开，然后放在碗里慢慢吃。看这个蟹黄，肉超级棒。这个虽然叫醉蟹，但是这个汁儿里没有多少酒味儿，根本吃不出来酒味儿，就是吃起来有点甜甜的味道。哇，看这个壳，看这个壳，超大的蟹黄，哇，成事不赖了，我要拍张照片。迷你自制海鲜牛肉鸭锁骨饭，这么大块蟹黄，加这么一大块扇贝，加这么一大勺米饭，只恨勺子太小了。嗯，满足死了。其实平常啃鸭货的时候，我最爱啃的也就是鸭锁骨和鸭头了。Great to feel
肥很嫩，然后有一点淡淡的香甜。而且吃螃蟹，螃蟹里面会有很多的维生素，然后蛋白质也很丰富，对咱们人身体是很有好处的。对咱们人身体，对人身体是很有好处的。但是吃螃蟹就是也不宜多食，因为它是属于海性的，吃多了会伤胃伤脾。嘎不脆。这是最后一块啃的干干净净的骨头。我要再拍一口螃蟹，实在太好吃了。你们给我乖乖的出来，一点黄都不能放过。突然想起来了今天的弹幕话题，今天的弹幕话题就是你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，或者你印象中最深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是什么。这个螃蟹乖乖的趴在这儿一直盯着我的饭，像我的守护神一样，任何人不许动。我还留了今天的最后一口哟，就是我的守护神。这么慢？太冷了，穿个棉衣。我都吃完了。哇，怎么吃这么快？你的米饭在这儿。啊，给你这个可好吃了，给你和这个酱，还有扇贝。哇，好丰盛呀！还有螃蟹。这个也好大块。我先尝一下酱。好。在哪买的呀？我推荐给我的小姐妹们。我分享给你。好，打开淘宝，然后搜索店铺，这家店更优秀，是不是很可爱？然后就可以找到了。销量最高的第一个是这个醉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冻干酸奶冰淇淋，然后销量第三的就是我刚才吃这个牛肉酱，特别好吃。记住这家店的名称叫做这家店更优秀哦，千万不要搜错了。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压箱底儿的下饭神器，如何简简单单的一锅饭也可以吃得丰盛，吃得开心，吃得过瘾。好啦，等一分钟，拜拜拜拜。